2077年，我居住的城市被评为全美最烂地区。为什么呢？暴力犯罪层出不穷，贫困线下的人口数量全美第一。这是事实，无法否认，但人们还是蜂拥而来。这城市总会给你一丝希望，谎言也好，幻觉也罢，但如此近日，仿佛触手可及，让人奋不顾身。这里充斥着迷茫，我正是逐梦之人。This shit. Don't peep.